各位同学，今晚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现在开始上课，请大家就坐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早，大家好。咱即马明仔载过一天吼，毕业，咱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。毋是事务官哦，吼！事务官是伫遐咧办公的。咱即摆若执政的时阵咧，事务官是依照现在即摆咧上班的人吼。如果若无来上课，如果若无办咱的身份证，有可能就会甲伊换掉。尤其是中国人吼。那么咱来上课的人咧，明仔载搁一工了。咱是要去做伊的中官，做伊的主管。咱是要去管的，毋是要去办事的。不过呢，就是讲，咱毋免办事，只无咱嘛是爱知影迄个代志，咱看有无，咱了解无。所以呢，我建议讲，咱若是明仔载过一天了后，咱即个执政的时间，咱是足短。啊，我希望大家人吼，较紧去准备，准备啥物？你要坐对一位，这足重要哦吼。所以呢，咱讲毋知影，啊毋知影无要紧呢，咱会使去恶补，啊看要买册来看，还是咱有好的朋友亲情，啊伫对的机关，咱想要去做对一行，咱会使去研究。啊，上无你讲无全部了解嘛，爱破眉啊破眉啊吼，才讲会过。所以呢，不但这个爱准备以外，咱就是讲，咱依照咱台湾民政府，咱将来咱就是爱回归土地，爱回归日本天皇。啊，咱回归日本天皇，咱本来咱就是日本人。那么呢？咱要做日本人，咱一定爱学日本人所有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日本人足济好诶，全世界第一嘞吼！第一，咱就是礼貌第一，对不对？全世界吼，日本人诶礼貌咧，全世界。过来咧。上界中诶嘛，全世界，因诶军队现在遐在遐强，都是足中诶啦吼。所以因诶军队迄种中，佮包括人民诶教育嘛是足中诶。因日本人无像咱台湾人讲，啊学半桶啊尔，都咧拼师傅呢。迄种诶，若伫世间无法度通生存咯，大家拢会该配烂。所以咱台湾人呢。啊，倒一间吼，佮换一个名，佮再开一间佮较大吼，啊，拢袂惊歹势。因何说廉耻礼貌的教育？所以呢，廉耻是因一世人的本钱啦。啊，无廉耻，等于嘛是无礼貌行为嘛，不讲所有的伦理道德拢无啊嘛。所以咱去年有一个叛军，对唔对？啊，学半趟就要下山啊嘞吼！所以呢，这就是讲咱受到中国教育，足歹足歹的习惯。咱呢，好无简单，400年来，敢那即次会当台湾，互咱家己管家己啊！这半暝吼来参加都袂赴啊，是安那讲，行到半路讲伊家要做头家。所以呢，咱第一高级班上了。哎，忠于民政府，这咱将来要为咱台湾老百姓设想，一定爱团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无团结哦，绝对无力量。佮而且呢，咱即马呢无偌济人啦，无偌济人，佮在咱没有这个婚礼的这个条件呐。咱一定爱合作，咱看到迄阵讲号做太阳花，遐囡仔
汉的侪人一样团结，迄是一股非常大诶力量呢。那么呢，伊，你甲看迄吼铁门安尼遐大诶，安尼扛咧，安尼甲扛咧走，吼，安尼爬爬起咧，无论啥物铁门拢安尼，扛门拢甲合合起咧。所以，这都是团结的力量啊！吼，咱细汉老师都讲，举一支笛吼，咱啊甲一把笛吼啊。大家拢有读过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讲咱遮少年的时阵啊，真侪无唔对。咱老的应该袂使输遐囡仔对不对？可是遐囡仔真正可怜啊吼，伊嘛是互人利用嘛。咱呢，咱较巧，佫较有福报啦。咱对的秘书长敢若一支兵吼，啊，着过甲美国无一平袂使，奥巴马无听咱袂使。安尼，咱有福报无？有替家己拍一下手者。所以，咱是用法律啊，用这个法律，用这个法律来解决代志，是绝对正确，而且是可行啊。啊，咱也是讲，咱行了较对路，啊，行的对路有法度认同，是智慧的问题啦，唔是有知识，伊就会入来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吼爱好好啊保守，咱无简单得到这个地位啦。讲像阿扁啊，讲啊，我都无代无志吼，啊做大官啊，无是要安怎？吼，啊咱都无代无志，从啊变大官啊，唔知要安怎？所以，但是呢，咱是袂使专教于安尼啦。咱爱知影讲咱要安怎啦，吼。所以呢，咱要行什么款的路？咱要坐对一位，你具备的条件一定要够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咱来把这个心理准备好，咱日本安怎教育？日本阁有一项世间上界第一的，就是清洁整齐啦。日本人的环境你去较济吼，无像咱的便所乌白用啦。这点吼、哦，咱若要做日本人阁而且吼。秘书长讲，咱要做安尼机对唔对？咱要做日本人的安尼机呢？咱是臣民嘛，啊，因只嘛，日本政府是人民呢，所以咱是伊的大兄呢。啊，做大兄，咱一定爱习惯比人较好嘛，对不？嘿，所以讲呢，咱为只嘛去，我拢建议各位同心讲吼，转去你的外表，啊，穿穿的。一天照镜照三次，看我安尼有升大官无？安尼好无？吼、哦！啊，上无腹肚内底还袂明物件进前，外表这个扛棒嘛，安怎好对唔对？吼、哦！所以这足重要，咱出去呢，互人看爱有升大官，佮而且呢，言行举止啊，一定爱互人看起来讲无同款，互你的亲戚朋友看到讲。哦，啊！你即马是中大家乐哦，啊无奈是拢无同款，一定互伊惊一条。你唔免甲伊介绍讲啥物民政府讲几波吼，你爱甲问讲啊，你敢要像我安尼？啊，我即马食穿后摆拢免烦恼安尼，你有要对我无？若有来，我带你来一个所在看看安尼就来啊，啊看看就甲带来遮。啊，若互伊听三讲吼。啊，伊嘛是咱的东西妈妈，所以唔免讲甲嘴角拢破，啊，佮安尼高母甲未来，佮嗲气心老满叫好，佮红破冷水吼，我就是甲安尼吼，甲一个三块二的骗来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三块二的对我来，我讲吼，你来一个所在听到迄个课吼，全世界你拢毋捌听到的，哦，你用几万块嘛，无当去听迄种课，啊，伊讲。啊，是啥物教会吼？哦，我讲比这教会吼好几千万倍啦！啊，你若听无介意吼，我甲你出车钱，你转去安尼啦。啊，若听有介意，你甲我听三讲看卖下吼。啊，无代无志，你搁再变恁中官，怎啊变恁以前的中官的中官安尼吼？啊，有迄落，爱就对我来安尼。所以吼，听入来即马吼，拢带我去。高雄总局吼去做广告，
啊，拢去到地就叫我名片爱捞出来安尼吼。哦啊，所以呢，拢唔免讲讲啥，人拢知啦知。啊，现今的吼、哦、比较有机会，佮阮两个佮去拜访邱毅人，佮拜访移民署的大队长，迄拢以前拢伊的部下哦。啊，我即马吼，佮准备我讲，哎、欸，长官，咱即马要过来拜访王金平，你有想要去无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所以我吼、哦、问秘书长讲吼、哦，啊，那王金平即马来去佮拜访，有调时机无安尼吼？可能差不多会使啦吼，但是王金平，咱台湾人嘛足济，气到要死诶，拢骂伊讲啊呐，汉奸病啊，汉奸嘛。但是吼、哦，以我来讲啊，只要要爱台湾啦吼，伊呐绝对无去讲咱是诈骗集团，无去阻碍咱。有想要去要斗拍拼，咱拢欢迎啦。所以拢总是台湾人，只要。伊那是讲，有迄个不得已的过去，咱有哪卖个计较啦？吼、哦，因为结合咱那团结的是力量啦。所以讲，我即马要来讲咱安排做官的进程吼、哦。我先来介绍讲，啊是啥物叫做妇孺会吼、哦？咱妇孺会一般的观念拢是。停伫即个中华民国嘅妇孺会吼，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是新创造嘅一个新政府，佮而且呢，咱后摆也是要照顾百姓，咱是父母官，父母官就是咱所百姓老爸老母共款，咱爱像伫疼惜咱嘅囝，咱不求所有的代价来对待咱嘅人民。对待咱的百姓，这种的心理，这种的教育呢，就是日本的教育呢，以皇民一世，几千年来日本到换过朝代无嘛？哦，魏皇帝以来到即马拢无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点咱一定要记伫在心，因为皇帝都是因的老爸，所有的人民拢是伊的囝，到人会使。兵老爸，讲我要过来做跟你同款老爸，袂使嘛？所以啊，老爸嘛爱做小囝，老爸嘛爱有生老爸，囝嘛爱有生囝，这伦理道德一定要延续下去。咱但袂安尼，哦，一代兵一代，一代兵一代，有够乱的啊！所以这种的习惯，人日本。有这个好的习惯，咱一定爱学起来。而且后摆咱是要甲日本接轨嘛，哦，所以讲因的人伦教育啊，从小时候开始。我讲的可是为咱这个为咱怀孕开始，囡仔的胎教来自家咱小朋友三岁定型人性定型以前，拢爱做好。这个家庭一定爱圆满。你那是母红阿母呢，常常吵架，迄、那个囡仔生起来品格无好。所以呢，大家官、老爸、老母，你要爱有好子孙，一定爱好好疼惜咱怀孕的新妇，伊生落阿囝品格才会好。所以呢，一家咱为着咱的后代，一定爱家庭非常和乐，啊，咱才有好的后代。咱兜才会当出状元，咱兜才有好的人才，所以这足重要的一系列，我们妇女会来做教育，做健康教育，做心灵健康、身体的健康。因为呢，咱即阵唔是干呐，即个思想行为伫破病尔，身体的破病嘛拢乱出来。我们的医疗体系啊，也在生病了，因为安怎无该抬的扛抬，无该食药的食药啊，所以咱今仔日嘛有医生来，一定有这个感想，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区块，咱非常非常爱来加强来改革，这足重要，因为妇孺是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。咱如果基础无好咧，
这个大楼连地都倒落去，安尼对无？吼、哦，所以，我来介绍讲，咱妇女会后摆简单说明吼、哦，咱要来做啥？咱查某的，咱唔好讲啊，咱查某的家己讲自卑讲啊，我无法度啊，比查甫人，那少怕咱输人尔啦吼。啊，那做代志头壳无输人对唔对？啊，咱男士的查甫朋友啦吼、哦，咱是讲。查某的，咱一定爱来听受，尤其有娶某的，某咱是要娶来听的，对不对？某唔是要娶来讲的呢，吼、哦，嘛唔是要娶来玩的呢，吼、哦，咱是要给伊传好子孙以外，要照顾咱一个家庭的健康。伊呢，如果你那是吼、哦、对伊无好吼、哦，菜内底乌白炒菜，甲你淋一挂无健康的吼。哦啊，你嘛是死定了吼、哦，所以讲哦，这不是我咧恐吓咯吼，有可能哦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介绍这三尊就是讲，咱查某的伫这全世界有名的，嘛是足好做代志的，即嘛佫加一个叶轮嘛，就是女性的典范吼、哦，我们向那个目标来改学习，所以讲，咱这简单就是讲，妇女会要做啥物，妇女。就是依照国际理事会啊来接轨，加强外交，提升政治跟经济，安尼提升。那呢，经济如果提升，我们也可以搭上政治的交流。所以这个经济无下掉了哈。啊，那呢功能呢，妇女会的功能就是讲要协助政府政策落实，照顾百姓。家庭社会为这个社会谋福利，咱是咧做功德的，是咧付出来照顾百姓，唔是咧甲百姓抽税，唔是咧趁钱的，安尼意思吼。所以这种的我上下吼，啊叫我去做官吼，讲抽税我无下吼，我拢要做监督，我甲秘书长讲我无爱做官，吼我做监督啊吼。性别平等上，妇女要争取应有合理的。权益啦，吼、哦，这我简单说明，无咱会浪费足侪时间吼、哦。所以讲合法，咱要争取嘛是爱合法的权利。然后家庭暴力，协助政府保护老弱妇孺。所以讲为什么暴力？咱学问足悬的吼，足悬的哦，啊，佮官做足大哦，嘛会怕某呢。所以为什么要？家庭暴力，我们妇女要协助来保护，这足济个啦，有吼？恁有听过连战在拍某无？吼、哦，啊做遐大嘛，阁会拍某，所以呢，咱这个一定爱，吼、哦，咱来保护咱查某人。所以恁家呢，查某人嘛真济嘛，哎，阿母啦、阿哥啦、啥物祖囝啦、大姐啦、小妹拢总是，所以恁这大官吼、哦，拜托拜托。后摆啊，一定爱来照顾阮妇女会，好唔好？咱啊妇女会呢，执政的时，咱啊有够力，恁兜的所有的查某人，咱嘛拢照顾会到，对无？嘿，唔茫只想说，啊，迄跟我无关系哦，迄直接就甲恁拢有关系哈、哦。啊，来提升女性素质教育，好、哦，这就是发挥母爱，咱最贴切的天性，所以讲。女孩子为什么要提升？一定女孩子若无提升，这个家庭会没落。因为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是要有一个女人嘛。啊，女人若无娴熟嘞，若无提高品质嘞，这个家庭教育出来的子女也是不好。然后你要叫伊照顾时段又好时段的人，我看也没有啦吼。所以一定要教育。把女性的素质来提高，品德来提高，道德教育要加强，对不对？对哦、所以呢，咱来就是讲妇女的职场保护，咱即马职业妇女足济嘛，因为这个流氓政府的政策吼，互你趁饭、趁食饭都无够吼，查某人无出动那会使，对不对？即马吼，外可怜的你两面夹攻吼，迄是中国的政策哦。第一，交接所有的这个大企业，薪水拢拍足少的。即马一个囡仔，
啊，两天上班休两天，啊，这两天上班休两天，啊，那什么意思？那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两个人领一个薪水啦，啊，伊吼，互估计起来，袂当互你知影讲失业率多少啦。大家拢有职业啊，啊，不过领一半薪水尔，会活无？所以讲吼，迄是一种要互台湾灭亡的政策。啊，你欠起来，伊即摆吼正式的即个公务人员，哎，伊的职员无爱请，尤其是会领伊的退休金的，伊个都无爱请，伊拢请迄个临时工啦。啊，临时工会当抽钱呢，啊，无外头啊会当抽钱呢。啊，含即种的垃圾政府吼，早早爱倒倒去啊啦，真正。咱所有的人，话拢无了解这啦。伊即马安怎？这个大企业一年赚几啊百亿，啊，予人薪水无两万块，安尼讲真正做会过哦。但是乌克兰在创啥？含官方在勾结啦。这我是绝对唔惊过的，真正式拢了解的人，你去调查看卖，是毋是我安尼讲的？吼、哦，来健康养护教育。就是讲，要认识健康医学甲疾病医学绝对无共款。咱今仔有来医生，我讲这绝对是，因为阮老爸嘛是中医吼，啊，我本来伫西医开刀房，即摆来咧，因为西医有不足的所在，才去读中医，读脊椎医学、健康医学、营养医学，读了才知影讲什么一回事。咱一个人。古早诶，即个中医都讲足明啊，哦，就讲真药医家病，真病无药医，大家拢后壁即句足清楚，对唔对？嗯、真病无药医，唔是讲咱命门神呐，是你真病，是你家己身躯发生诶，就是讲跋倒外伤引起诶，内伤外伤所引起诶，外伤是安那，是受伤诶啦，吼。啊，咱内伤呢，包括你精神压力，你的食物件所引起的，食药啊伤害，食食物无均衡，或者呢，心情无好啦，迄拢总是内伤啦，所引起的老化退化，迄食药啊够效，所以大家要搁用药啊来医。啊，大家人听到医生讲我性命拢交乎伊呢，我甲你拜托。是足危险的啦！医生伊家己有病，伊养伊无？我问各位，有足侪病伊养伊无？伊那糖尿病啦，什么高血压，这讲这简单的就好啊哈！啊，佮癌症哈，伊养伊无？那不是疾病呢，那是健康医学的病啦！哦，还有做真病啦，真病无药医。定爱用健康医学来医疗，但是即马出伫对，咱的健保局不给付健康医学的所有东西啦。伊要给付的，就是疾病医学。为什么要给付疾病医学而已？因为因拢甲即个药商勾结啦。啊，你若健康医学。食一寡食品，伊无交结，伊袂当趁钱嘛。所以呢，你若是要摕三工，伊叫你摕一礼拜，无摕一个月，互你顿个食乌死啦。安尼啦，吼，啊无解台的，因无业绩啦。无解台的吼，伊无去甲台吼，伊要甲健保局请，即个请钱请无嘛。所以健保局方请甲要倒去嘛，这有原因嘞。伊的政策就是不健全。你为什么无要叫一挂内行的来查？这个人有需要食药啊无？这个人有需要开刀无？有需要气切无？有需要洗肾无？迄拢是摕人的性命来咧拼经济啦！这有要求无？我为着安尼吼，正伫遮吼，拼到发烧拢烧袂退，就是安尼啦，看袂落个啊啦！吼，哎、欸，来。还有推展文化哈，咱这个文化哈，哎，阿妹的哈，
还有后面两条，哈，推展文化就是讲啊，甲语言呐、啊，语言甲意识训练，咱即阵的生活，实在讲每一个人呢，过了唔是人咧过的日子啦，只有少数人，因为安怎，咱所有的物质唔是咱人生的一切呀、啊，咱的这个文化、语言甲艺术呢，是咱的精神粮食啊。一礼拜上无，咱也讲让一天讲来享受一下，忘掉一切，啊，把这个细胞活络活络，啊，对不对？嘛，才会健康。咱即马哦，人讲咧做八小时，咱做二四小时，做十二小时的，一天干唔干啊？吼，会当求温饱啦。啊，所以什么叫艺术拢唔知啦？咱徐格林老师讲啊呐，看一只黄色小鸭，几啊百人去啦。啊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乐趣嘛，啊，黄色小鸭一只安尼管的有什么意思可言？所以我们是文化沙漠的地带的人民呐、啊，这可怜的你知不？伊搞完动作，咱得饲猪，伊得饲猪呢，啊，其实是咱得饲伊猪啦，吼，吼，因那猪吼，佮比咱人佮较巧啦，吼，所以呢，咱没有意识可言，没有精神粮食。即卖忧郁症有够侪无？是安那引起的？我讲一个做参考啦。压力太重，对不对？压力为什么会太重？政策不对，流氓政府无照顾人民嘛，大家嘛压力很重啊，生活袂得过嘛啊，是安那压力太重才会有的不会，所有的原因为你跋倒开始啦。咱人跋倒，每一个人跋倒一瞬间，迄安尼话讲吼就惊着。其实是你的脑部的神经，咱的助力神经打结啦。我医有够济好个啦，唔免开500块就医好啊。为人食一世人足可怜呢，即摆忧郁症的药啊，恁去遐调查，全台湾一个月看领偌济，啊，食迄个好袂？也得。伊迄个就是压制神经，让它缓慢呐、啊。夭寿啊！啊，你得脑皮质垃圾咧排未出来，因为未睏一个人，伊的脑皮质垃圾很多啊。啊，很多你搁无好排出来，搁甲得哦较慢咧。啊，原来都得顿顿啊吼。啊，你若食了久，走路像咧摸黑咧，你看有快乐？走路安尼啊，目睭晕糊晕糊，安尼看到你，敢那唔知咧惊啥物货吼？这足可怜的，你知无？然后伊无爱吼，从根去治疗，伊何你安怎？你若去申请忧郁症的人，讲会当领9000块，啊，足济人吼，拢去咧请迄9000块呢。啊，咧开钱咧都变开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，伊不懂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国家啦。所以呢，这种诶一定爱该换掉吼、哦。来，咱就是讲，即卖离婚率有侪无？单亲诶有侪无？足可怜的，对不对？四对讲有三对离婚啦，啊，即马剩一对无离婚的，迄讲足奇怪啦。那无离婚的人很奇怪啦，吼、哦，所以离婚的讲较正常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哎、欸，咱是讲笑哦，当然唔好离婚讲我干嘛呀，吼、哦，吼、啊，所以呢，咱这个离婚的吼，台湾吼没有明文。无这个日本的这个明文规定，男主外女主内啦，查甫一定爱付钱，你无钱去看去上报纸，嘛是爱予囡仔生活到18岁，查某的咧教育、生活、起居、打理，你搁外口男朋友交几个吼，嫁几个囡仔，照常一定爱负责啦。安尼囡仔去这个社会较袂等候，这个政府来负担。好、哦，不是社会成本会加高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无论安怎，咱即马就是讲妇女会后摆啊，这个道德规范哪有离婚率都无，啊，咱即马有啊，要安怎？后摆吼无翁仔来搞我登记，无某仔来搞我登记哈，哈、哦，安尼好唔好？但是我无要赚媒人钱啦哈、哦，只要大家遵守道德理念，对。甲对方负责，无管恁要办结婚，唔爱办结婚，
咱就是拢甲错成一个家庭，一个家庭，一个家庭。安尼地基拍好在吼，咱民政府唔才会起来，对不对？你一个人若无家庭，生活不快乐，你要安怎来建设这个好的社会家，这个国家？大家无心情嘛，对不对？无某会足艰苦无？哎吼，嘿，啊，无安尼绝对唔敢讲足艰苦啦，查某会较歹势啦吼，吼，所以呢，一定查某的嘛有需要查甫的斗三工，啊，无嘛爱找一个讲吼，两个小妹讲较袂无伴，对不对？啊，若要找伴，阿伯拢来我妇女会啦吼，这足重要的啦吼，安尼啦，好，啊，咱即马阁落啊，就是讲要安怎做一个圣人，咱要做官。就是要管人、管事、管物嘛。那么人讲做事容易，做人足难嘛。咱即马足敖做人诶，拢无人咧嫌诶，举一下手一下好啊。哦，天公公都有人嫌啊吼，做人绝对有人嫌，所以咱尽量啦吼。嫌诶，若是家己伊有毛病吼，啊人嘛是讲泥木焦焦，啊人有人咧看吼，所以讲诶，我们下个题目来。咱来讲，要安那？伫这世间处世格言，就是讲，这是拢是圣人的话啦，吼。啊，圣人的话，咱无做圣人，上无嘛做贤人嘛，圣贤嘛，吼。啊，咱嘛做第二级的，啊嘛要够长老，吼。啊，来圣贤了后，咱就是讲有智慧的人啦、啊，啊，有智慧的人，过来就是有知识的人。我读个博士婆啊，伊是第四看的呢。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智慧是啥物？人的变巧啦，人的判断力啦。你人若是无变巧吼，就是无智慧啦。啊，唔免分辨嘛。吼，啊，你敢若捌足济讲，哇、哦，啊，你读个啥物鬼博吼？啊，就没起不了什么作用嘛，没有举一反三，无这个分辨能力，啊，人啊讲偏啊，看你行，啊，安尼要安怎做领导人？所以袂使呢吼，啊，你即马哦，知识个类是庸人呐、啊，都较普通啊，平庸的人呢、啊，个类是啥？愚人呐、啊，就是戆人安尼啊，戆戆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。这有分几啊等级，人白白人啊，啊是安那分遐个等级，确实是有啦。啊，咱爱家己看咱要坐伫对一看吼。所以为即马听即课了后吼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，哦，人爱佛祖讲，每一个人拢有佛性嘛，唔是讲你伫第几坎就研究第几坎，你自己要去磨练学习，打开你自己的脑力。你去清清楚楚看清所有世界的人事物，那么你要做人的长官，才会做较久长。那无简单摕到这个地位呢，啊，就食愈久，领愈多，对无？所以呢，我是希望讲，大家听这课了吼，大家拢吼健康食到百二岁，安尼好无？嘿，吼，所以呢，咱即马这足重要的道理，就是讲。咱拢提来做参考，咱若做参考，咱对咱家己有帮助啦吼。讲即马咱若要判断别人的价值吼，之前先穿上他的鞋子走一里路，意思是讲我要了解，要讲讲一个人，要讲批评一个人，咱一定爱了解迄个人的意思。伊鞋啊，你要穿看买来，你哪会知影伊？伊宽爱矮爱长爱短，就是讲你唔知影伊个根底，咱卖乌白讲批评啦，阿妈卖讲乌白批评讲啊，这个人是安怎安怎？咱过去咱无做官嘛，即马去咱要做官，咱卖讲长讲短，啊，斟酌家己个行为，所以咱来开嘴咧，爱讲一言九鼎，绝对金无续缘呐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！啊，咱即马大家拢大官，啊，袂使像讲较早讲，哎呦，咱拢来改小哥哥讲，安尼要做较趣味，吼、哦，看所在啦，吼、哦，讲房间诶
的话唔好提来客厅讲，客厅的话未使提去房间讲，要分清楚哈，分清楚啊。所以讲来，咱第二条来讲，团结族无事不能，不团结哦，万般皆输啦。这就是都家人讲过，咱台湾民政府的精神一定要团结一致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没有团结，怎么执政？不可能，一盘散沙。尤其呢，我们要承上启下，顶管的命令，咱今嘛军政时代，我们一定要服从。虽然呢，民政府咱的秘书长做民主，但是我们就是一定要服从，绝对有伊的意思伫咧。佮而且呢，我们要启下。让家下底的人给我好，把咱隔壁我们的同事也要拉好，安尼咱才会当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。咱袂使讲啊，这个也唔好，迄、那个唔好，这个唔好唔好。所唔是无朋友，你也无同事吼，你家己都爱下台变假头路啊。因为那你会吐，别人人嘛该吐啊。台湾人上盖拜，上盖拜的。即个就是安尼啦，未团结啦，啊，佫会定东定西，见不得人家好。人日本人吼，你若一行啊，细行啊，比伊较牛尔，伊安尼较徛咧安尼，甲你惊咧，佫而且甲你作追踪，甲你恶咯，那个叫水洗心嘛吼。咱台湾人呢，听到人好吼，你讲一句哦，这个人袂歹安尼吼，伊甲你嫌十外行，互你听。听袂了，啊，足奇怪啊！介先别人好拢袂使安尼吼，迄就是袂进步。咱人吼、喔，人好，咱爱共学习，所以袂使直直嫌，直直去嫌。啊，人若比伊较好个嘛袂使呢，这我拢拄过呢。比伊较好个嘛袂使，你用物件用比伊较好咪袂使呢？吼、哦，这毋知是中华民国安怎教出来吼、喔，足可怜的呢。我讲啊，这是要安怎伫这世间相处吼？我伫这世间吼，安尼混滚啊十年吼，混到即马吼，我感触良多，所以我只会提这个课来讲吼，感觉足重要诶。咱人人心如果没有改革，咱人思想无变化，咱休想把它管好，因为你家己无先管好，你要安怎管别人？所以咱家是经济。咱家为家己，从自己开始，自己改进，自己提升，啊，你当会当教化别人呐、啊。咱爱做模样嘛，吼、哦，做楷模嘛。所以呢，虽然大家拢总无去注意，但是这是足严重。我看台湾足严重。我哦，听到台湾民政府七八当前，我都参加，我有办过一遍的秘书长的新闻证。啊了啊！哎，德国啊，拢无消息。有一天，三年半前，人过来甲我讲，我要走，我着参加。结果困去的时阵吼，看到一句，讲良医医人，良将医国。我讲哇，安尼我无爱医人啊，医人才医甲几个？医国这个国破病刚好掉干净啊啦，对不对？未医治啦嘛？喂？因为吼、哦，真正袂一致啦。我想讲，我无来投一份袂使。虽然我是微薄的力量啊，但是每一个人拢是一股力气在吼、哦，大家结合在一起就一大股的力量，所以我们一定做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一定要团结哈、哦。若想游戏人间，就会一事无成。咱人。就讲咱即马吼，来遮咱都一定一头栽进去啊！你就是要做真的，袂使讲我来看看的啊，对不对？人顶天一个阿上来讲要做交通部长呢，即届无来吼，哈！啊，随问秘书长讲，我一定要做交通部长，啊，是要安怎做？伊讲啊，你爱考试啊，好，随去甲我买一本册呢。哦，新台湾论呢？
啊，这边是安那开无来，我唔知嘛。大家拢家做怀念的哦吼，足勇敢的要做交通部长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并不是不可能，人无人一个生落来讲，逐项拢会啦，拢爱透过学习啦。所以呢，伊若想要学，就一定会做会到吼、哦。所以袂使游戏人生，而且呢，谁不能主宰自己，便永远是一个奴隶。咱过去做四百年的奴隶，敢有人想过要做？我嘛知影无爱，咱这人就是无爱，才敢来申请身份证。咱这是上巧的人，而且最有智慧、最有福报的人。因为安怎，咱发觉我们根本就不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国人又怎么样啊？人迄个泰国，你去甲看卖啊，泰皇吼，因嘛是。古早为迄块地来的呢，那时候中国敢要有客嘞？中国无看到嘛，人迄个汉朝就去啊呢。啊，你日本啊，秦始皇的时讲五百东南，五百东里有无？就去啊呢。盖中华民国，咱是伊的祖公十八代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跟民什么关系？民族是民族，我们现在吼、哦、要做关联，一定要搞清楚，民族是民族哦。主管是主管，主管是你大迄块土地管理的人，主政的人，那个主体叫做主权呐、啊。迄块土地你伫遐大，你大美国大家拢有因美国籍啊，美国的护照啊，你嘛是美国人，你敢无够讲我是台湾人？啊，跟台湾人有什么关系？迄是民主的名称而已嘛。哦，我来自哪里而已嘛，主权还是美国啊，所以我们台湾人从大家讲呢，什么款人都爱听什么人的话，胡说八道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新加坡伊嘛会使，新加坡嘛讲因华语嘛讲咱台语，对不对？啊，伊也免去甲统一，吼、哦，啊日本也去甲统一，泰国啊拢因的，越南嘛拢有讲华语嘛。啊！伊免拢去甲统一，敢那咱台湾较衰，敢那一直要敢统一，对无？啊，有理无？咱较细汉就对啦。啊，讲起唔是讲较细汉啦，是因有因的流亡政府吼，有因的歹囝孙走来咱家大啦。因遐唔正囝走来咱家，对无？啊，唔正囝大的吼，讲导游啊，导游分伊问讲挂底啊，要捧你走安尼啦。哦，啊，迄是因的代志啦，所以咱爱清楚，咱爱清楚讲，咱那是个中国人，又是个啥？莫讲协同，安尼检查起来，甲伊拢无关系啊。所以还阁一直要敢统一。哎呦，我吼拢若讲新闻前，我讲啊，你有要互统一无？我先问一句，你有要做中国人？后摆啊办代志，有要去北京无？啊，若无来，你即马美国叫咱爱办一张保身符啦。啊，比你去大庙摕迄吼，搁搭落搁较安心的迄张吼，你有要请无啦？啊，你若无要请吼，你要安怎讲证明你是台湾人？你一定受到中国人搁再甲你通知。啊，伊就大家嘛惊着拢讲袂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一定爱清楚，咱什么款人，咱是住伫遮的人，咱都是爱服从遮的主管。尤其咧，主管美国买予咱，咱家己一定爱来管家己，袂使一直做奴隶嘛，吼，袂使一直做奴隶，安尼无进步，咱子孙嘛无前途。越容易理解的事情，越容易保存在记忆当中；反之，最难理解的事情，最容易忘记。这就是讲啊，过去呢。国民党啊，搞糊涂账吼，足济敢欺负的。即摆若搁办一个什么活动，拄只即个潘副主席讲的啊，虽袂积极，咱台湾人很健忘呢。二二八嘛，几乎拢差不多都袂积极啦，是受害家属要记的尔。所以讲这些事情是很难懂，很难懂的事情，我也不想去了解啦。无想要去了解，无想要去研究，所以很快就被忘记。那就是让
敌人有机可乘啦、啊，就是咱受害的所在啦。所以，愈无简单了解的，像咱这法理，有深无？足深。但是咱就是咱这人，就是有智慧，就是要来了解。有了解了后，牢牢记在心里。我们追随着秘书长，我们一步一步，而且不断的进行。我们永远不要去忘记，吼、哦，袂使去袂记一人。所以讲，过来咱对众人一视同仁。对少数人推，追心致富，任何人不会亏负。就是讲，咱咧做人哈，一视同仁，就是卖分官分家啦，卖看官看家。所以呢，人阮老爸阮要出门拢讲，草啊鸡的家多人，你卖讲看这个人无去。每个人拢是咱的老师，伊一定有一项比咱较牛的嘛。啊，咱上加两步比较牛安尼尔尔嘛。所以所有的人的时间无法度研究家你十全十项拢捌啦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对不对？对人人讲买买买嘛，有一步赚嘛，吼。所以讲一定袂使讲看官看低小少数人。足侪人，咱拢看一代，但是咱少数人是你的心腹。人讲知心满天下嘛，不是认识满天下，知心无几人嘛。这一点你爱了解，无每一个人拢会当当咱的知心，但是咱嘛是爱一视同仁。但是你有智慧，你爱分辨什么才是你的心腹。你即马要来执政，你的团队。一定要用到你的心腹，如果不是你的心腹，老是扯后腿啊，你连底都下台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你要安怎去认识，搁而且去挑选到你好的帮手，你的对手是怎么样的人，然后你的团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嘿，足重要。一个好团队就是有好成绩。一个坏团队没有好成绩，足重要诶哈。来破裂的友谊虽然能够恢复，但却也达不到亲密无间的程度了。就是讲咱人呢，讲话绝对不要说尽讲绝，莫讲到足绝，留个余地可见面。但如果呢？这个朋友呢，咱若甲得失掉，还是该刺激掉，永远合不了。较早讲了，就破镜重圆，这个是不对哈、哦。破镜重圆还有裂痕嘛？啊，迄痕安怎搞？搞袂起来，除非得个样样的再做，那是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在我们同伴、我们的同心当中呢，讲话绝对袂使去挨到人的皮。我们一定要保持大家亲密团结的这个力气哦，咱一定爱注意这个代志，这有重要不？哦，所以讲呢，不要老是制造敌人呐、啊。阿哥，而且呢，唔是干阿讲卖有敌人呢，我们要有非常亲密的友谊的团队，难道无法度执政哈？来个人生是海洋，希望是舵手的罗盘，是在人们在暴风雨中不致流失方向。那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的罗盘是谁？秘书长嘛，对不对？他的方向往哪里，我们就跟着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一定跟随着他，我们。不要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，我们不但要帮忙他，而且不要造成他的麻烦了哈。所以，我们保持这个舵手的罗盘呢，我们往目标在进行。咱今嘛足紧的哦，24号安倍晋三卡
谈奥巴马要谈判啦吼。嘿，阮是去年讲到今年呢，终于吼，阁唔免一礼拜啦，有欢喜无？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敢知？有了解无？咱日本，伊讲要改宪法，就是拄只即个副主席嘛，讲要兴伊军队啊，啊，兴伊军队，天皇就有权利啊嘛，啊，有权利伊开嘴讲，台湾配偶是我的，安尼咱就起来啊嘛，拍一下抱啊者，搁等一礼拜吼，就知影消息咯。搁而且呢，金溥聪已经回来对无？人话讲金溥聪回来要创啥？要选举？唔是啦，已经接啊，对不对？他回来是要创啥？你要看迄个立法院啦吼，啊，搁黄世民吼，迄警察总署嘛，不干安尼啦，迄个政府要结束啊啦，你看会出来无？知影消息，你就爱用判断咯，吼。所以接国安呢，我们台湾民政府，咱甲看美军去吧，伊国安一定爱稳定。所以呢，金溥聪等啊，安置军心，安置警心，然后海关一定要接掌，安尼欢喜无？拭目以待啦，吼！这个一步一步，美国人是在做啊，无在讲啊。中国人呢，敢那讲无在做啦，敢那样臭屁尔啦，吼！来来，不因为读书而读书，应在阅读中发现自己及检视自己。咱起码都是讲，咱来读册，法律足重要，但是咱爱懂得我们现在的环境。咱即马入啊是一个大家庭，而且上这种课，咱就是讲咱是一家人，咱一定要检视自己，家己我即马啥物身份，你去坐到啥物位，吼、哦？咱即马要来做副州长，要来做郡守，咱要做议员，自己要有一个定位，吼、哦。为你来读学理，咱来读法理，了解了后，我们准备。我们自己要检视，我们是哪一个地点，我们来有一个着落。我是要坐伫对一位，吼、哦，所以要心里要准备好，明天毕业，咱就是政务官啦，吼、哦。唔通讲，哎呦，我回去，我就当喺在遐等，等人家叫去做官，啊，一个叫你去做官，你连见拢做袂好势，吼、哦，安尼是足可惜的哦。啊，两三天。啊，无我卖啊咯，伊阁转个，啊无彩你安尼遮福气，诶，入啊吼，得到这个地位无简单嘞，吼、哦，所以我那讲上者吼，恁拢甲牢牢记住吼，后摆啊，逐摆那恁领薪水都想着我，讲我阁要加领一包，郭会长叫我阁加领一单，阁加领一单，安尼一直领落领到百二岁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。静心独处时，常反省自己的过错；与人闲聊时，不要论断他人的是非。所以，讲咱即马一个大团体吼，有是非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去，会避免去卷入当中哈。所以呢，人讲吼，公亲总会变输主啦。佮而且呢，咱尽量家己莫去讲人的是非啦，吼。讲家己的代志会使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讲家己的代志是讲无关紧要，咱人嘛是爱保持你家己的神秘性嘛，吼、哦！哦，卖讲啊现起来啊，讲啊规矩某人拢看现现，安尼嘛唔好，吼、哦！安尼都讲好就没有深度啦。哦、我较早嘛安尼呢，我拄啊伫高雄去台北的时阵吼、哦，我啊足调皮的安尼讲哎，啊，阮小妹甲讲。姐，那个不是刁定，那是笨啊！我听一句尔吼，哦，教训很大呢吼，和、哦、我妹妹甲我教训呢吼，嘿，很笨哦。啊，有影，这就是笨。你适度不要让人家很清楚，对自己保护。那卖讲安尼，妹妹格格安尼，吼、哦，加亲点卖讲安尼啦吼，我那爱大家好相处。但是我真正你的秘密，最好不要去告诉你的敌人呐、啊。你的敌人利用你的短处来攻击你，
迄就是你家己本来所在。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好，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。对我讲一句好不好？这讲讲的，规世人拢记的哦。好，我保护甲无爱保护吼，嘛拢定伫受伤呢。啊，所以我希望恁大家保护甲足好，懂得保护自己。即安尼讲一句就记几世人啊！阮小妹仔甲我讲一句笨，我记到即马五十冬啊，还搁咧记呢。吼、哦，所以我即马拢无爱笨吼、哦。所以呢，社会上非常险恶啊！这是安那流氓政府的教育啊！在啊，我们还没有改革好以前呐、啊，我们要步步为营，对不对？对咱即马就是讲啊，虽然是一个公仆人员啊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竞争的机会啊，所以呢，步步为营，咱要懂得保护自己，绝对不要替别人牺牲，这句很重要。懂得保护自己，不要随便替别人牺牲，讲一句紧呢，不要随便替别人牺牲。为平啊，给你牵在行。为讲好，我有做义气啦。啊，义气，伊个做法、想法都不对啊。啊，你讲哦，我甲听落去，听落你牵你啊，拢下台，安尼敢对？很多人是这么笨哦，比我还笨哦。吼、哦，无正常。哪怕你的长官不对的，你嘛不要跟下去哦，卖为着要巴结长官哈、哦，把自己的头砍掉。懂得保护自己哈，所以不是我跟恁哄侬惊啦，这社会本来就安尼嘛，是自己，咱嘛无提起来讲，好像没事嘛，啊不是没讲就没事啊，对不对？这大家拢会拄到嘛，啊只要食呐，讲有四五十岁吼，拢拄足济去啊啦，对不对？啊受伤拢足大对冇？哎，所以懂得保护自己哈。无知的热心，犹如暗中奔向远方。所以讲，未使不知方向，就是讲，别人提出的意见，你去沟通；你不清楚内容，你去沟通。安尼就那像黑暗中一直奔走，你无法度回头啊啦。这是足危险的，因为咱是政务官，我们是领导者。但自己如果不清楚了，又跟着人家走，那我们的老百姓有多可怜？伊要安怎行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高人一等哈，高人一等。真正有知识的人谦虚谨慎，只有无知的人才冒昧无端。就是讲，唔是谦虚尔，为个自大。我有发现咱吼。即马民政府的吼，大家未穿网大一个，你知无？网大足大对哇，佮穿袂落，安尼有大无？我拢讲穿袂落啦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还没有接政就这样子，那个我们一定会淘汰掉。即种的呢，互伊执政吼，人民吼，唔是惊一条，尔惊两条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是我们。要的人才哈、哦，所以讲，未使无知的冒昧，啊，甲未使武断，做代志咱一定要谨慎，一定言行也要言行和行为都一定要谨慎，卖讲安尼糊里糊涂，无研究好势，啊，就进行，啊，是就来开嘴来讲，所以呢，有关我们。一个人的人格，你要安怎称斤称重？我35岁进前拢无咧讲话呢，因为我伫开刀房啊，一日啊都甲住我昏去啊，拢无咧讲话啊，啊，所以我拢无学着讲话啦。啊，到35岁以后，崔台青因妈妈讲来啦，你来做西会会长哦。我想讲会长我是无啥介意，啊，毋过来有讲话有机会嘛好安尼吼。所以吼、哦，豆豆啊，像包括我今麦，我争取上台来讲话，也是在为自己来学习，自己来磨练呐、啊。我认为我讲话还阁无够好，
吼、哦，人迄靠财富的，听咧真正吼，安尼拢袂起安尼吼。所以呢，咱一定爱把咱的口才训练好。你唔免讲多，话不在多，就是要好，一定要适当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讲话一定要亲切，啊，卖足咸啦。即摆无咧时间咸啦，所以咸吼，大家讲拢爱洗身。古早无咧洗身，唔知影食咸伤济袂使呢。啊，即摆吼无时间咸，所以讲话卖伤咸安尼啦吼。所以来，咱就是讲吼，绝对袂使鲁莽出于愚蠢和跟愚策嘛。就是讲，你若勇敢来诶，来自于这个谨慎吼，你迄个。鲁莽跟预测，你绝对会当去克制、调试，要适中。咱即马吼做一个官，吼啊，像这妹妹，我看啊，二十岁尔都做大官吼，所以社会那个险恶应该较无。你几岁啊？嘿，对。哦，哎呦，啊，乃即马人拢袂老，我惊一跳咧。吼吼，啊，我想你是16尔咧吼，所以讲吼，咱。处事当中要遇到的，足济足济拢咱爱注意啦，讲嘛讲袂了，咱尽量去注意，绝对袂使呢匆匆忙忙，啊，拢没有经过大脑就去讲话，就去做事情，这绝对会拖累自己哈。在一切事业里，需要聪明有智慧的人，不但爱聪明啦，爱够智慧。切事业，咱这个政府嘛是一种的事业同款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要达到聪明又有智慧，咱才会当带领别人做别人的表率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袂使阁像较早讲啊，凊彩倒啦，啊，袂使凊彩。足侪人吼、哦，啊，讲要叫菜，讲凊彩，啊，人都凊彩拢煮一堆出来吼。哦啊，都同款安尼意思啦，吼，还有做青菜啦，吼，袂使青菜啦，吼，不听智者劝，不听老人言，悔恨在眼前。这大家、大家、大家拢咧讲的嘛，吼，啊，大家咧讲，唔过都拢袂去注意啊，吼，古早人讲的话吼，拢一白一重的，尤其是一挂俚语有无吼，迄台语的迄讲起来吼，哦，规篇啦，拢足有道理的嘛。哦，所以讲是安怎人会讲迄出啦？这个是老人的经验，讲起来，啊人讲佮讲迄四句连啊，吼啊七言绝句安尼啊，道道的讲的迄吼，那有闲拢摕来甲看吼，迄真意思拢足好个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迄是拢做人生的大道理啦，吼、哦。人生要活得有意义，要死得有价值，所以呢，这点足重要。即卖人哦，动不动烧炭自杀，无就跳大楼。即吼、哦，我若听到即吼、哦，唔是伤心尔啦，佫足气啦。为甚物？一个好好的生命时段，无简单改饲大汉，要把自己结束掉。伊要结束掉，你要奉献给更有意义的事情上，安尼要死嘛，才较有价值，对不对？死爱死甲如泰山呢，对不？所以讲，咱哦，一个人咱要牺牲，你也比如讲，咱这是革命先行者，咱如果讲无秘书长拿一支笔，咱嘛敢冲呢？咱这群人嘛是敢冲呢？我们是不管生命是怎么样，我为了这块土地，为了以后的子孙，我们付出生命代价。这是非常有意义啊！哦，啊，你若是讲想要自杀的人吼，啊，后摆也有听到想想要自杀吼，拜托伊的来参加这啦，佫袂死啦，佫会当做官啦，足有意义的嘛？为什么要白白牺牲掉？对不？而且我们一个人不是只有一个人呢，我们有周边的亲戚朋友，也非常喜欢他。爱他也有嘛，无讲大家拢总看他不如意的，拢无半个嘛，无半个你也要爱惜自己，
以我知道，我研究八世，你那自杀一遍吼，生生世世你的头壳内到脑袋内底吼，这个种子都是永远不灭的，拢不管是一直想要自杀，所以这是非常恐怖呢。哦，所以讲，咱是尽量在这个社会上，无论是你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勇敢活下去，对吧？咱的生命是足珍贵的，我们要付出更有意义的事情才能牺牲。如果一个人只想到自己，没有他一生会非常孤独无依。就是讲每一个人呢，尤其是过去的别人，咱拢莫管。咱今嘛唔是咱家己尔，我们有长官，我们有下属，我们有同事。所以呢，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情啦，所以袂使干那加所有的利益权利，一定不能想自己而已，是大家团队的，而且我们要重英才，要提高他们的身份，我们要来拥护他，吼、哦，爱有迄种的心胸。如果呢，大行拢顾家己。我就讲安尼做家长就好啊，拢顾恁迄家娘嘛，啊怎么可以做政府的大官员？咱政府是一个大家庭，要照顾百姓啊，而且同事很多呢，各部门很多，拢是咱执政人员呢，都是我们的兄弟呢，我们不能只有想自己，要想大家好不好，再想哈。在想自己嘛，哈，自己是最后才想到，安尼想好。但是我刚才讲保护自己，你是讲，哎，安尼我前后矛盾呢，对不对？那我这个话没有前后矛盾哦。对，帮你保护自己是维持正义正常的方面啊，不正常的你不要去拥护，哈，安尼才当保护自己。来，贫穷的人希望得到一点点东西，奢侈的人希望得到很多东西，贪心的人希望得到一切，这就是分层次了，大贪小贪小，大贪小贪中贪安尼啦吼，所以讲呢，绝对咱就茫去想贪啦，咱贪吼，爱枪毙掉啊。啊，搁爱变心对不？啊嘛，唔是讲这两项敢吓惊呢？在我们的品格、道德、伦理教育里面，我们要懂得这个。所以讲，无钱的人吼，伊爱一点点嘛。啊，你这个足够开钱的人，伊爱较济嘛，伊才有够开嘛吼。所以讲吼，啊，贪心的人，全部拢互伊嘛要在贪。你像连战有够好嫁无？伊即卖还搁有在贪无？因囝搁要做官呢，因的钱敢用得了？安尼还搁要贪呢？啊，这什么一回事？这什么世界？我们可以讲来同意这些人，搁继续搁伫遮干社会哦。啊，若要搁邓吼，迄个连战因后生的人吼，我看头壳有问题，而且吼他们是共犯啦，对不？共同在社会的啦，啊，无因到遐好嘢，是要搁做大官，要做安怎？伊若伊甲讲出来，拢总无爱领薪水，拢要为人民设想，啊，拢总要服务尔。因兜的钱，搁要提出来做善事，安尼我才甲同意啦。啊，若无我拢无同意啦。吼、哦，有够济啊啦！我要求别人诚实，自己就是一定要诚实。所以讲呢，咱每一个人拢足希望别人对咱足相信嘛。所以我们也要对别人诚实，为咱家己做起。咱家己若对人无诚实，啊讲的话拢无影，人敢会敢讲有影的话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有影的话，咱就是讲正常在谈我们业务啊，以及我们同事间的话，而、啊、不是去说你的自己的秘密啦。咱自己的秘密不一定要诚实啦。也善意的欺骗也是一种老实啊，哈，所以讲
对别人如果没有伤害的，我们不一定要去老师哈。认为生活中最有价值的物品，就是艺术啦。好啊，艺术是啥物？就教人宽容，这就是安怎？活伫这世间上界大艺术，就是度量宽啦。你若看到人吼，逐项拢好，逐项拢好，笑眯眯吼。全世界拢你的好朋友嘛是足济啊，嫌你的吼是家己有问题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度量一定爱放宽，不要斤斤计较。咱台湾人真敖计较，啊，拢计较细条的、了大条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世间足济哦，我看足济朋友哦，啊，你啊叫伊出啥一百吼，甚至一千出袂出啦，啊，若看伊在了吼。拢上几百几千诶，真正哦。所以讲哦，就是一爱适当了哈，不会宽容别人的人，就不配得到别人宽容他。所以讲，为人不容易原谅人家嘛。一个代志记几世人拢咧记，所以讲咱即马去就是讲就事论事啊。我们同事间也好，上司，我们承上启下，我们的下属都好，所有的各过错嘞，咱就是讲对事无对人，绝对不能人身攻击，安尼咱才有品格，绝对袂当攻击人诶，安怎人安怎？因为我们是公务人员，而且我们是政务官，我们是官员。咱袂使阁去讲迄小朋友的事情哈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宽容。咱啥物代志讲过都爱说，讨论事情是为了要事情来改进更好，并不是要来结冤结仇，安尼对不？啊，结冤结仇，规定拢变你的仇人啊，我们要怎么执政？对不？吼，所以谈论是为了事情。对事不对人，哈，绝对袂使结冤结仇，要宽容一待，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错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有这种雅量，原谅别人的雅量。所以讲呢，为人做唔对，你家无义唔知影，或是无动于衷，一点都歹势对你就好，你无一定爱当着面改。该骂啦，该指责啦，或是该闹开，哦，这就是做人的风度跟美感哈。所以讲，留个体面，让他能够生存。当我们要留着自己饭碗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断了别人的饭碗。就讲，咱袂使断掉别人咯，咱嘛要家己要行咯。所以我这点我是绝对做有够，我。绝对袂讲，去抢人的饭碗，而且断送人家的那个前途，这最足当的。尤其咧，我发现咱即马有人的动心吼，啊，迄囡仔拄我出来尔，伊就甲批评讲，这绝对无好，安怎安怎，断送掉一个小孩的前途，这是何等残忍！咱要讲话的时阵，要甲这个人讲好死。你爱知影做仔女们呢？这是人阿公的金孙呢，人老爸老母的金囝呢。啊，你嘛，你若家己袂晓，你卖做会得好啊。咱卖家提拔就好啊。咱袂使一个搁甲站落迄个迄含酒坑落去讲，啊，你这无效啊啦。无一个人无效，所有的人拢有效。人讲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爱惜人才，哪怕朋友亲戚，我们的同心朋友有比较智商较低一点点的子女，我们都要大家一起来栽培他，我们一定要来爱他，总有他会做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发挥我们的爱心哈，咱才会当做一个官哈，讲。有资格，在顺境中要节制，在逆境当中要谨慎。就是讲，咱当然为今仔日起，
不管你是家庭的，或是我们民政府的业务上，咱那是讲平顺是上好，但是咱那是拄到逆境，就是讲有瓶颈。咱即马出来拢有分配嘛？最简单，咱的进所即马分出去哈，拢是有分配工作，啊也会碰到瓶颈。那么我们一定要哈节制一点，袂使啊也不能放弃，而且要努力，啊个而且呢，要尽心尽力去突破。那每一个人，我们台湾民政府是秘书长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，前无所有啦。啊，咱就是讲，全世界也唔捌人提这个法律来做这个革命的事情，所以吼，我们民政府秘书长是一点一滴从不平静当中到现在。有点眉目。当阮参加的时阵，迄阵都也袂咧过美国，即摆来过美国，过甲无去，我唔知影。过来咧过成功，到即阵，迄阵来上课嘛无讲到爱有啥物公务人员，啊嘛无讲啥物在办身份证，敢若有目标讲后摆咱要摕台湾的身份证安尼尔咧，啊阮就伫冲安尼吼，啊摕到。我头一批办外久的呢，办七月份办啦，啊，甲年会才发啦，啊，所以我们下个月吼，赶紧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咱要办旅行证件啊啦，有欢喜无？终于我等到三年半啦，两张拢要摕到啊啦，足欢喜的，我有时啊半暝啊，搁憋起来笑，还唔是在笑哦，吼，所以讲吼。我们成功就在眼前，恁都会来这人，真正福报给阮有够多啦。有可能恁加收阮几啊千年，还几啊百年啦。啊，阮这吼较戆的冲台生吼，嘛是福报较无的人。好佳哉吼，阮是安尼足轮命的吼，啊，若等到即马吼，肯定做同事啊。啊，所以后摆爱敢多多听笑啊。帮助一个坏人，会伤害很多好人。这足注意的哦，后摆恁若做长官吼，恁绝对袂当去宠坏人呐，吼宠坏人，咱唔是讲甲叠加好伊讲，含伊结冤结仇，含伊嗲咧报复吼，至少心知肚明，你一定爱甲这个人麻烦制造者或是不适当的人，你要把他摆在哪里？咱所有做事业，咱都是那像咧行一盘棋。你一定要放掉啦！即马有人讲，将军讲要提来，将军要提来做兵啊，啊，甲兵啊要扭来做将军啦！啊，这盘棋绝对拢输的嘛，吼、哦！所以讲要懂得吼、哦、人才啦，适才适用吼、哦，适才适用一定非常非常的，啊，你非常的重要。咱一定，如果你若去听信哦。啊，这个都阮什么人啊？这个阮什么人？哎，是这个都对我较好哈、哦，你就对他哈、哦、无上的去宠他，你会害死很多人，哈、哦，害死很多人哈、哦，你的人才都无去啊，这样也是对民政府没有帮助，而且有伤害。好、哦，我甲秘书长建议一句，足侪人拢会投嘛，我讲。只要伊拿来投的，伊建议的，对民政府有帮助的，你拢该听。如果若敢若有帮助伊的，迄你袂使听，自私自利嘛，为了自己嘛。哦，啊，你若是讲伊所讲的代志，对民政府拢帮助，你拢该采纳。哦，这个我们以后也是要这样子哈、哦。来，说话随便的人，便是没有责任的人。就是讲，咱即马要一言九鼎啊。一言九鼎，咱讲的绝对啊，君无戏言。咱若是乌白讲讲的，凊凊彩彩乌白讲讲的吼，迄毋是咱做官的起工。所以呢，迄拢足重要的，咱袂使阁像过去安尼讲话绝对袂使。不要向敌人诉说你的悲情，或者他表面上同情你，暗中是会嗔快，而且会加上报复。
或是拿你来开刀，吼、哦，这足重要。我拄啊都讲过啊，你的秘密呢，你的要害啊，不要让人知道是在哪里，吼、哦，你的死窟伫堆吼，未使红知影，伊为遐强来你就是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，吼、哦。一讲我来讲啊，缺点，啊，秘书长讲。啊！你把你的缺点拢讲出来吼，吼、哦，我嘛是在学习当中吼，人袂使伤刁滴啦吼，伤刁滴就是戆啦吼。啊，吵架打架破坏堡垒，言恶言破坏友谊啦，就是讲咱这袂使伫咱民主政府内底发生啦，吵架不可以啦，卖阁讲打架啦，有什么事都可以讲。啊，讲就是未使讲这个恶言呐，吼、哦、啊，留个余地可见面哈、哦，还破坏友谊，啊，来伤感情呐、啊，所以这足重要诶。为即摆起，咱大家拢是一家人，一定爱相亲相爱。哦，人普通诶吼，敢那做传促销诶，迄都爱家乎你会去加要陪你知无？哦，我捌人拢甲骗下去吼。啊！你若无去甲捧场，阁袂使。哎呦，郭医师，你来啦！捧场一个，你讲一句话，较赢阮讲十句吼。啊，咱都去捧场咧，吼、哦，医师对唔对？吼、哦，这马来西亚大医师吼，即、哦、马就是讲安那，咱一个去。啊，你即马吼恶言袂使，咱即马吼，迄团队吼若去吼，大家拢用骂来骂去呢。啊，讲起家要陪，实在是咱不习惯啦。其实这个是很好。咱的人很奇怪，没有人研究到的，我有研究一项啦。啊，我讲你嘛认同啦，啊嘛是少数啦。人讲肌肤之亲呐，咱人吼那定定手压来压去，摸来摸去，绝对足亲的啦，迄都足奇怪的啦，对不？恁有感觉无？无是安那翁仔某会遐好，跟朋友袂遐好，人逐翁逐工咧摸嘛，对不对？肌肤之亲就会很亲。咱台湾人哦，足保守的啦。我有一遍就是讲，去阮阿姆，阮阿姆当中风嘛，伊有五个查囝咧，我当下看伊拢摆伫个门床头吼，啊，伫遐安尼啊，有较好无安尼吼？啊，敢那惊去互夹着迄条线咧？啊，我这吼伫病院上班咧，我唔惊病人啊，我著爬起位头甲掠甲尾安尼吼，念四五当念甲四拢讲吼，我上乖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念到吼，红娱乐咱嘛记，规世人记，我即摆记几啊十年啊，还佫会记即，阮阿姆在教娱乐呢。迄就是讲安那，你的肉甲肉呢是碰触在一起，一定会很亲呐。所以为什么人会研究出来吼、哦？外口的传直销迄个团队吼，好、哦、啊，伊要甲地团的莫家呢吼，好、哦、兄弟啊、姊妹啊安尼吼，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，大家有同意无？嘿，啊！那看到我拢感冒无要紧啦。哦，啊！那查某的吼，查甫的因兜的某袂使甲我食醋倒呀，吼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是感觉讲一定爱足亲，咱有肌肤之亲，上无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一个手啊无嘛呢，摸一个吼，拢无要紧。我伫迄个天主教病院啊。对一个新妇甲收入，那看到我嘛是拢甲我摸一下，我觉得没有什么，而且觉得很好啊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这种的好处咱爱甲学啦。啊，咱是足保守的，该惊歹势哦。尤其是早囝吼，爸爸若要甲牵起来，安尼手直直丢，直直丢安尼呢，吼、哦，好像爸爸要甲煮豆腐咧安尼，很奇怪咧。啊，本来迄度伊个嘛吼。哦啊，有啥物奇怪的？是讲若有奇怪的，爸爸无正常的，咱有若捌听到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无大家拢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一定要亲吼、哦，来，不要像敌各家人人都把自己视野到极限，当作世界的极限。咱说有每一个人来看。诶，范围哈拢有限啦，哈、啊，除非你就是讲安尼吼，全世界走了了，各地拢去研究着啦，无实在讲，包括我在内啦，足济所在无去，足济所在无了解，人讲食甲老学甲老嘛，拢总学袂了呢，所以讲呢，
咱的视野袂使单单只有我们知道的范围啦，迄视野不包括讲咱目睭所看的范围，咱嘛包括耳腔咱所知影的范围，拢总是井底蛙啦。所以咱袂使讲大话，讲哦，我讲了就对，我讲的就对，我看安尼就对，敢若讲你真正确确实实，逐项拢了解。因为你若讲了解，你就是无了解的人啦。因为吼，你唔知影的代志，足大堆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上苍要惩罚，虽慢，但一定会来。天网恢恢，失而不漏。吼、哦，咱这就是讲到因果的关系啊啦。人即卖天公我熬做的呢。古早讲拢是安尼拖累后代，对唔对？啊，即卖你有看讲拢现世报对无？足紧诶，足紧诶！一个人如果做无好，马上得到惩罚，得到报应。所以讲呢，即种诶代志一定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即种一定爱注意。而且咱要注意啥？咱家己卖做以外，我们对待我们的敌人，咱嘛是以诚对待啦。咱卖去跟伊结冤结仇，他马上就得到报应，咱拢看会到。恁有感觉无？真正，所以讲即马天公吼，拢有哪改进啊啦，唔是迄古早。停工吼，你做事的能力足紧啊，都马上惩罚了哈。如果你的脸歪斜，责怪镜子也无用哈，那是一个比喻啦。讲你家己都歪歪啊，啊你照镜，讲要照镜，把你变好正正，无可能。所以呢，咱家己一定爱正，让别人正会正。你对待人，别人无好，你叫人对你好，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哦、所以咱爱先对人好啦，哈、哦，所以袂使家己无好，阿、啊、要叫人好安尼哈。习性的锁链开始时总是微弱，不易察觉，最后却根深蒂固，得无法拔除。所以讲哈、哦，咱一个人，足济人哈、哦，拢无爱相信算命对哇，哈、哦。啊，有相信算命举一下手，有咧算命的人举手者，拢无哦，啊，拢无相信对唔对？拢无爱听吼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研究，哎、奇怪，我安尼做，啊，才安尼做，啊，所以我嘛去研究这个命理是安怎，吼、哦，所以我研究的结果呢，什么代志发生？你的习惯啦。习惯决定你的命运呐、啊，有力无？有力哈、哦，有认同哦。所以你是什么思想，就有什么习惯；你什么习惯，就是有什么命运。这个是绝对的啦，我认为是绝对准确。除非各有人搞我哈，搁、哦、再来搞我反驳，讲哪个不是啊哈、哦？啊你。你那是你的习惯做了好，你的思想拢正常，绝对绝对你的命运就一定会好。所以要爱命运掌控在你的手中，很容易你把你的坏习惯全部改掉，安尼你就绝对会好命吼。这是我甲恁上的命，绝对准的啦吼。啊，搁无提钱的啦，吼，我无收红包啦吼。常设警陷害别人的人，往往会被自己的受你家己写的哈孽而所陷害。所以讲，定定在害人的人啊，伊都家己会丢掉，家己都会丢掉。所以呢，咱一定不能存心不良，讲诶啊，这个人安尼个冲落去哈，伊绝对死。结果爬起来讲啊，死的是伊家己啊。吼、哦，人古早有一句话讲吼，杀人一万，省己三千呐、啊，所以家己会搁较严重嘛，无一定吼、哦。
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无味，叫做无知啊。就是讲，你无在注意代志，做啥物代志不在意，就是无在注心啦。做代志无注心，就是你无专心做一个代志，当作无好个爱改进，你当作无看到，啊，当作人若咧甲你讲啥物人安怎，啊，迄都阮啥物人，我嘛无爱听，伊就是要安尼就安尼啊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。啊，那像我讲，食拢总无味，迄叫做无知啦。无知就是讲，人当有意见给你的时候，你接收不进来啦。你拢无接到信息，同款吼，这绝对导致你自己也会被他拖累下台哈、哦。知识浅薄的人，很快就会重复他的所知。话题及动作，就是讲，你甲看吼，知识较低的人啊，伊时常拢会重复伊的话。你有听迄阿公啊、阿婆啊有无？较讲拢讲伊十八年前的啥物代志，讲了搁再讲，讲再嘞搁再讲，迄是无相共啦吼。一般人啊，少年人啊，一直重复在讲他那个事情，那个叫无知。那么老人伊是。因为活在过去，伊是有退化了啊，无怪啊，伊就一直讲迄个话，那不是他表示那个人用诶，他是不无知，伊是老化的关系啦。啊，你若少年人哦，较讲拢讲迄句话吼，啊表示他也没有懂得很多啦，较讲拢讲遐，所以咱今麦就是讲在处事当中啊，你要会判断哪一个人。那么那一个人，你要把他摆在哪一个位置？然后你要跟他什么样相处？我们不求别人跟我们怎么样相处，你别去看别人安那对待你。你要准备，我要跟这个人怎么样相处？好，包括夫妻非常重要啦。这个人伊安怎做，伊安怎做，伊所作所为，你是不是可以沟通？或是你要走你自己的路，嘿，足重要啊！我们都有抉择的自由哈，所以讲，包括我们的同事、同心朋友，拢总是同款。所以讲哈，咱要判断一个人，你爱看伊的动作，跟他的言语，伊讲的话是拢什么款的话。每一个人，伊有知识无？伊有智慧无？伊有能力无？他没有什么能力，都在言语与动作当中来评断。所以讲，偏偏一个人嘛是辛苦，鼻啊嘴，各行拢总有。为人为遐价值，为人遐无价值，那是什么关系？来自于头脑的思维，透过他的言语。所以咱人，咱一定爱讲巧话，袂使讲戆话。讲戆话，人就把你当作戆人啊，吼。所以安尼是足吃亏的哈。来，失败是期待成功的决心不够坚强。咱会失败，所以讲咱即马出去绝对的是袂使失败。我们要上这个课是为了不能失败而准备的功课。咱一定要来检讨自己。所以讲，就是决心无够。咱若是讲要做一个大官，咱决心无够，把这个课无听落去，咱的品格、道德、教育没有听进去，那么失败就在等待你，吼、哦，安尼就作歹啊！吼、哦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，咱拢总是民政府的宝贝，我们要永永远远来指导台湾，然后让自己的生活。更美满，安尼好吧？好、哦。思考，第二面是聪明，计划周延更聪明，执行彻底最聪明，又最完善。咱就是讲，你敢那想尔嘛无上聪明诶，就是爱计划要做周全，爱一定先想好，安尼是搁较聪明。
那你个日子做好贴地，安尼个聪明。所以呢，这个聪明有分做几啊顶啊，这都是要做到很完善，这是算最聪明。在我们民政府，我们开始即马开始转去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要怎么样来计划？我有几个朋友要去找啊，我改列名单，我要哪找因来上课，要安那叫因来办身份证。那么你爱有执行彻底，安尼，这样个诶完善的施工，达到这个人会来申请身份证，个而且会来上课，这样就达到你工作的完善哈。所以呢，咱今麦要做诶，我建议大家。因为我吼，我唔是学了家己啦，我是感觉我真正足认真。我叫1300几个，安尼有够无？有吼。啊，安怎叫的吼？若要爱吼，我有武功秘籍啦吼，啊，会使来甲我讨啦吼。佮而且呢，咱呢叫来上课了后，这个人要摆在哪里？我若熬的，我拢讲秘书长，这个足熬，这个做比我较大。推给别人，卖讲哦，我叫这个人来，啊，煞爬我头壳尾了，我受不了，卖有安尼想法。咱有好的人才去啊，邀请来，让伊做比咱较大，后摆啊拜托伊敢照顾，安尼咱个轻较轻松，咱加几下个爸煞要较好，对不对？啊，莫定定要家做爸吼，迄个囡仔足艰苦的啦，吼吼，那我拢爱做人的囝吼，无爱做人的老爸，啊。来，小阿伯哈，安尼讲对，该先走一条去哈，哎，无要紧，人都是把重担放在默默承受的马背上。人善被人欺，吼、哦、马善被人欺，这古早名言嘛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就是这个。为人吼、哦，习性就歹，老是都要把别人叫人来归咖，你知不？利用了别人呐、啊。那我们有时候是故意被人家利用，也不错啦。但是你就是一定不能安尼啦，被人欺啦。咱适当防骗无要紧嘛，但是莫讲骗甲唔张耍，啊骗甲未伊未满足安尼吼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跟人家相处的一种艺术，拄啊好就好啦。如果那无咧，你永远要做伊个奴隶吼，啊，到做到尾啊，伊敢那个嫌你定地呢，吼、哦，所以人先是上好啦，但是所有的对待，你对是大啦。大声吼，讲到拢无电去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所以讲所有的对待，咱以前拢无去甲注意。我囝嘛是拄好拄好，平等，卖讲好加好加，互伊习惯动作当然啦。这咱一定拢爱注意啦。所以咱伫这个世间呢，要存活，一定要平等。但是我们不是四四方方讲铁定怎么样，不过就是讲要恰到好处，这足歹拿捏啦。我到今嘛吼。嘛安尼，穿袂拄啊好吼，啊，拢定定拢去互骗了过头，人还阁讲唔甘愿安尼呢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袂使，互伊成为习惯，当作应当的啦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这做人呢，度量要宽，无唔对，但是袂使无止，安尼无限的给坏人宠坏掉了吼、哦，啊来伤害你的是。人不是比你强的，就是讲比你弱的，这两种
啊，如果比你弱的，啊，你就饶了他嘛，啊，反正伊起不了作用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如果是比你强的，你饶了你自己啦。咱讲闪边吼，拍落较袂着枪，安尼对唔对？吼、哦，咱莫插伊啦，啊，甲伊针锋相对。 无意义啦，加了时间啦，迄话人不可理喻，你知无？恁有拄过无？吼、哦，我常常拄着呢，吼、哦，所以我学好功夫吼，拢拍落来是闪的边吼，较袂着情安尼吼，来吼、哦，来就是讲，如果你想被别人爱，你必须爱别人，并使自己很可爱。咱拄好讲过吼。 咱拢爱爱人嘛，啊人就会爱人，这讲过啊嘛。但是咱爱提升到每一个人拢感觉你足可爱诶，都会爱你嘛。啊，这爱有功夫呢。啊，你每天诶装得装疯弄傻吼，啊，有时啊为人嘛，佫看足讨厌。啊，这毋知影要安怎吼，吼、哦。啊，要安怎咱来研究啦吼。 爱所有的人，信少数的人，不伤害任何人。所以讲，咱爱是甲爱，大家人拢总爱啦。但是吼、哦，你要信用的，爱是讲伊有法度爱你的吼、哦，这是少数人尔啦。你不要相信满天下都会爱你啦。吼、哦，安尼你求得过多吼、哦，我看会足辛苦啦。 吼吼，要求过分吼，嘛足辛苦啦吼，会食歹困吼，啊，袂使伤害任何人，这保持咱的原则啦。咱爱所有的人，但是咱一定袂使伤害任何人啊。每一个众生，拢总是世间的宝贝吼，主要有生命的，拢总咱爱去甲疼惜吼来。 欺负一个邪恶会带来另一个邪恶，姑息养奸会自食其果，这真正的哦吼。所以讲吼，你若是去成一个歹人啊，啊你会安尼吼，带来足济迄歹人拢归军哦吼。但是你姑息养奸，到尾啊伤害的是你家己啦，所以绝对。 人咧做歹嘅时阵吼，咱也无法度通去处理，无法甲多讲多袂行嘅迄啦吼，咱嘛莫去甲沟通他的事情，去辅助他，互伊做够力量去伤害别人啦，吼，这咱拄啊嘛稍微有讲过吼，这拄只咱讲嘅是迄个人会得到报应呢，啊，咱即马讲咱去听歹人呢。 反正咱家己嘛会受伤啦，安尼吼，所以讲咱袂使去成歹人，那歹人你都莫去甲听落啊吼。这都讲起来讲，你的上司也好，你的部属也好，同事也好，你若是感觉这个人不对劲，你尽量去改劝劝，尽量给他方法去改进。如果伊若不爱听，那就算了。 你绝对袂当去成伊啦，袂当讲好安尼，无你继续做，啊，继续做，咱讲过是会使哦，毋是要同意伊真正继续做哦，继续做，伊继续做，拖落来咱规定，大家拢会拖着呢，吼、哦，这毋是讲恁兜的代志尔呢，咱这拢是一体的哦，吼、哦，啊，鞋是一支头毛，鞋是一个目眉，鞋一个一支嘴尔呢，这拢总是咱的五脏六腑，全身所有细胞。 拢代表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讲，安尼，牵一发，拔一发，就讲动全身呐。所以咱每一个拢总所作所为都会影响我们民政府吼。唔，只讲咱一定爱上这个课，咱做到非常完美，而且对百姓就像爱疼一家人安尼，疼咱囝儿孙安尼。我讲。 唔是要互百姓惊一条，咱一定爱互伊惊两条啦，对唔对？讲靠有这遮好的官员安尼，安尼咱就推动啊嘛，对唔对？我们要巩固我们的政绩，我们的这个政府的业务，咱才有法度去推动，吼、哦，没有阻碍，吼、哦。来，你能一时。 欲弄他是
愚弄所有人，也能永远愚弄一些人，但不可能愚弄所有人。所以讲，为人拢很注重聪明。啊，我安尼做，哦，人拢唔知影我后壁咧想啥物。但是所有的人唔是像你想诶，所以讲为迄套做自作聪明，你无法度去愚弄所有人。啊安尼，总有被拆穿的一天。所以讲，咱绝对袂使乌白去愚弄别人。来，咱每件大事均由无数的小事聚集而成一万。丈高楼平地起，那就是讲万丈高楼平地起。咱每一个代志从细汉代志开始，咱民政府，比如讲民政府嘛是为我们的秘书长一个人开始，伊讲这个理念，啊就有朋友来加入，来大家咱知吗？两万几人，就是大事是小事所聚集起来的，吼，所以讲呢。咱就是不能小看小事的意思，小代志到尾啊，拢伊会燃烧到很大，所以咱袂使讲哎，小事凊彩啦，不要紧啦，没有那个不要紧的代志。啊，来，自觉无知就是迈向知识的一大步。咱家己哪拢讲咱足敖，绝对搞袂起来。咱就是讲啊，我家己自认吼，我是足唔捌的。像我真正哦，我感觉我足唔捌，所以我一直在研究这個。啊，甲大家人来互相探讨研究吼，加深我的印象。人古早讲一句话：教学教学，我在教，我就是在学，不是你们在学而已啦。我是在教我家己，你知无？安尼恁敢会相信？教学是。也是在自己在学，好，所以讲这门足重要。这个人品的问题，我们一个人在世间上，咱就是人格很重要。所以呢，咱的人格把自己调好，各行拢非常顺遂。咱那是没有调好的，足济代志拢会碰壁。所以咱这个一定要记住在心。咱研究若好势，一定逐项拢做会成。世界是一本书，走不出门，仅读一页书而已。吼、哦，咱这就是讲世间的代志足大堆，啊，你若学无好，你一定不能踏出去嘛。你无法度踏入社会去做大代志，甚至咱即马是足有福运的。咱打出来，替一个政府做代志，哦，这是一大步哦，吼、哦，一大步。咱打大步，但是咱爱知影讲，咱过去一本书遮大本，咱有可能是读一页，有可能是读两页尔尔，啊，搁真济，咱唔知。所以咱我们一定要来多多学习，多多注意。为大部分咱像拄啊，为遮讲甲即马话会讲，啊，你讲的都不是废话，大家都知道咧。有一个囡仔甲讲会长，啊，我们要主政，你不要教我们怎么样办公啊！你拢讲那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讲关系可大咧。你若要大，你要管人，你家己无管落去，啊，你要哪做官？吼，啊，办事唔是咱的代志，咱是要去管人的咧。所以你跟人家相处不好吼，你就马上下台。我讲关系可大，大家有认同吼，吼、哦、对吧吼？所以讲呢，咱家己的品格一定要端正，咱一定素质要提升，所以咱才会当做个足好诶。你要管人，一定爱先管家己。你如果那要带人，一定爱带心。那么这个是。什么？这都是拢在讲心里面导正出来的，咱的行为啦。这都是大心，你要知道别人在想什么，要做什么，你才有法度
去带人，带人一定爱带心啦吼。所以讲，一切事情的关键是耐心，孵蛋才是才会当扶持小鸡嘛。把蛋打破了，啊，就是得不到小鸡。这就是讲做代志一定关键在耐心啦。有时啊吼，讲假紧弄破碗吼，这个事情就是把它搞砸掉。有需要耐心去等待的时候，等它慢慢来完成，但急不得，所以不要把它砸掉，就足去了。为人足急性的嘛，啊，我即马安尼就是要做好啊嘛，啊，我半暝无爱困，咪做好。有时候事情是要透过时间呐，吼，你不透过时间来酝酿，事情没有办法成功啊。所以说有时候要等待，生命的长短时间来计算，生命的价值贡献 要以贡献来计算，就是说你这个我们人的生命要说怎样有价值，不是说你活几岁这样价值，你像说 Michael Jackson 这样几岁猫王三十几岁就死了，但是他们的人生有没有精彩？有价值不？啊，为食食一百回拢无做甲半项好代志，安尼够有价值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有贡献，生命贡献我们所有的时间跟精力，但这是足价值的呢。所以讲，我有讲两句话啦。一句话就讲安那，所有全世界的官吼，上俗的是台湾民政府的官啦，交万六块，啊，食二十顿，带四枚，安尼就做大官，有俗无？阮的里长还佫开四百万呐，阮内文乡长吼，特别呐要选举要开千五万呐，做四年尔，四年尔尔呢，唔是做四年尔啦，吼，做四年尔尔啦，所以呢，咱。台湾民政府，这不是讲在买官呢，人这农场给咱用，咱吃吃二十顿呢，啊，搁大四枚，不要以为我们奉献很大，所以今后咱一定爱搁在用心，因为咱得到的真正足宝贵。我讲要做啥，人你变家呢是要创啥？我干那吼，秘书长叫我因为妇女总会。总会长郭伟珠，我感觉这张名片，我就感觉得骨啊跳。我甲藏咧吼，藏咧阮阿孙啊吼，佮惊惊孙孙讲，嘿，我们国家吼有总会长呢，对不对？安尼就足价值啦嘛，吼。阿麦讲后摆啊吼，我袂佮再好好来表现咯，吼。佮会当吼，人讲人死留名嘛，这名落啊，留落啊吼。是无简单，会福音咱所有的子孙啦，吼！所以咱唔是要照顾别人尔，咱家己嘛照顾会到。哎，时间到了吗？好好，啊，我希望讲咱遮大官吼，啊，后摆就是爱多多小心，啊，加而且吼，家己好好来注意家己，啊，就是讲保护自己，而且。诚意待人，安尼好不好？感谢。